园二。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，小男孩比小女孩长得高，小女孩的头发比小男孩的头发长。他们住在一幢高高的楼房里，小女孩住楼上，小男孩住楼下。在他们的家门口有一条长长的河，河的中间有一座桥，桥的对面有一棵苹果树。小男孩和小女孩一起去摘苹果，小男孩长得高，能摘到上面的苹果，小女孩只能摘到下面的苹果。小男孩摘得多，小女孩摘得少。他们在一起很开心。